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这次 Friday 音乐的明星 DJ 谢和弦。最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的新专辑《像水一样》。这张专辑总共收录十二首歌，全创作，然后非常棒的音乐人都在这张专辑里面跟我一起玩，然后玩出一张超棒的专辑，每一首都超好听，每一首都是主打，一定要听一下《像水一样》。谢谢你们强力点听《备胎》这首歌，让我在 Friday 排行榜拿下冠军，谢谢。希望你们继续点听《备胎》这首歌，也继续收听支持我这张专辑《像水一样》。这次我也特别做了这张歌单要跟大家分享，叫做《新世代白马王子情歌》。我不是白马王子，但是我会把你当成小公主。这就是新世代白马王子的定义。那这首歌呢，我不是白马王子，我找了我两个 好朋友、好兄弟，也是一个很棒的饶舌新人，一个叫高伟轩，一个叫李健。他们在主歌加了现在年轻人的角度的爱情观，然后副歌就是寇世情歌。这首歌就是谢谢你爱我的 Part Two， 送给老婆大人。接下来要推荐这歌单里面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浪子回头》，是我最近最喜欢的一首台语歌。除了《浪子回头》，还有一首叫《龙溜人》，茄子蛋乐团，我超爱他们的。他们的音乐也是非常代表台湾的音乐，那我觉得也很男子汉的音乐，所以也把它收录在新世代的白马王子情歌里面。赶快来点听吧，一起来听听这张歌单。